もかんでもみんな踊りを踊っているよ。お鍋の中からボワッとボワッとインチキおじさんと洋洋的，这是五月暖洋洋的，很舒服呀。啊，姐姐你也在打哈欠，真是的，被你传染了。对了，小丸子，母亲节你要送什么东西呢？哎，要送东西吗？嗯，因为是一直照顾我们的妈妈嘛。母亲节要表达谢意呀，小玉，没想到你这么懂礼节呀。要是送了妈妈什么的话，她心情好了，我的行情也会上涨吧。由于小丸子的股价不稳，行情波动大，所以有暴跌的担心。小玉，你要送给妈妈什么东西呀？已经买好了对吧？我已经给妈妈买了件衬衫。哎，衬衫是衣服吧？那不是很贵吗？居然买得起那个。喂喂，冰冰，冰冰叫你呢。嗯，哎，我吗？你母亲节要送给妈妈礼物吗？要送啊。你不老说没钱吗？怎么突然有钱送礼物了？其实存了很多吧。你要送什么东西啊？又不是只有送东西才算礼物。你别告诉我你是想要送真心给你妈妈。看起来似乎就是想送真心。英同学，请你不要再讲话了，好好听课，坐好了。是，都是因为你我才会被老师骂的。你说要怎么办？其实并不是他的错。我要送康乃馨，你们知道吗？昨天我已经去花店订好了。康乃馨很漂亮的花，我买了购物用的包包，上面还有串珠，很可爱呢，非常好看呢。哦，没想到大家都好好准备了呢。大家都准备得很周全。对了，猪太郎，什么事？不，你也已经准备好母亲节的礼物了吗？还没有呢。不，太好了，我还以为只有我一个人没有准备好送妈妈的礼物呢。不过今天放学之后要和父子一起去买啊。不，哎，这样啊。不不不，好嘞。不行啊，不管数多少遍都只有250日元，这样的话根本买不了衬衫。你嘀嘀咕咕的很丑。哎，对了，姐姐，母亲节的礼物你买了吗？嗯，买了。哎，买了什么？漂亮的围裙。什么样的？让我看看。这个包的很漂亮的。有什么关系吗？轻轻地撕开透明胶带就好了，再贴回去就会和原来一样啊。我说不行就不行。哼。曾经有一次，姐姐也收到过那种轻轻地撕开透明胶带，看完里面的东西再重新包起来的礼物，可那皱褶怎么也蒙混不过去。对了，那个你花了多少钱啊？哎，那是秘密。
你就告诉我嘛，别这么见外嘛，我不会对妈妈说的。哎，没办法，1500元、绝对不可以说。1500日元就为了给妈妈买礼物吗？你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呢？真的只是很单纯的想要送给妈妈礼物吗？还是说其实你是想放小虾钓大鱼？真没礼貌，我现在不想和你说话了。啊，我乱说的乱说的，你是个很了不起的女儿。哼，哎，真是的，姐姐那个家伙居然花了1500日元，可是我只有250日元呢，天壤之别呀。啊，好想要钱啊，有没有人一口气借给我1000日元呢？妈妈。嗯，什么事啊？妈妈，你现在想要什么东西呀？没什么特别想要的。明显是意识到母亲节而做出的回答。之前你不是说过想要一个手提包吗？啊，是啊。好，那你给我钱吧。为什么呀？这还用问吗？因为我要给你买个手提包啊。嗯，妈妈在心中嘟囔着，无言以对。切，果然不行啊，我还想说不定可以呢。啊，不过我的零用钱一天只有30日元，真的是太少了。要是能有50日元的话，梦想也能够大一点。小丸子，到底在那20元中你寄托了什么样的梦想啊？爸爸，爸爸，母亲节你要送给妈妈东西吗？不送啊，怎么啦？你好歹也要送个钻戒什么的吧，广告里不是这么演的吗？广告？对呀对呀，丈夫向妻子表达满满的谢意，在母亲节前夜把钻戒悄悄地放在枕头边。唉，然后早上起来之后，妻子就是这个表情叫着老公。无所谓的，明天是母亲节，又不是老婆节，又不用我送什么东西。那么你是要送奶奶东西吗？我记得以前送过茶叶篦子，不过她好像不是特别高兴啊。我又没有问你这个。总之还是去看看吧，即使只有250日元，说不定能找到什么好东西。啊，小丸子，你要去哪里呀？啊，妈妈，不行不行，这个只对妈妈是秘密。刚才的台词暴露了80%的秘密。买什么好呢？250日元能买的东西，买什么好呢？快来看一看，瞧一瞧。250元，250元，快来买了！现在只要250元，不买的话就损失了。这么多的货，只有我们家才有。来呀来呀，买个洋葱怎么样？什么嘛，居然是洋葱！啊，是菜谱。啊，看起来好好吃。母亲节的礼物送给你啊！谢谢你，小丸子，妈妈很开心。这样每天都能给你做很多很好吃的菜了。哇，好厉害！是看着你送我的书做的，还有很多哦。太好了！一定要吃得饱饱的。真好啊！好嘞，就决定是他了。让我看看多少钱。哎，居然这么贵。要是送这个，妈妈肯定会很高兴。但是我只有250日元，根本买不起。喂，小英。哦，哈哈，原来是猪太郎还有父子。你好不？你好，父子。哎，小英，你一个人在这里干什么呢不？啊，我是想来这里找找母亲节的礼物的。我们已经买好了不？咦，买了什么？买了茶杯不？因为没有特别好的，这还是跑到很远的商店街去买回来的呢不？还画着小猪的画像不？
非常可爱呢，不？哎，买到了好东西，真是太好了，父子。嗯，哥哥，我饿了，不？快点回家吃点心吧，不？还知道不？那小鹰，你也加油找吧，不？嗯，再见了，拜拜，不？买什么好呢？请继续收看。这里的店很贵吧？不过看看的话也没事。欢迎光临。是啊，这么小，大人能穿得了吗？还是这是小孩子穿的？不管怎么说，妈妈是没办法穿的。你在找什么东西呢？这就像奇怪的大叔。那个，我想找礼物，能在母亲节送给妈妈。不过这个内裤好像没法穿呢。你带了多少钱过来呢？250日元。那么，这边有好东西啊。哎，真的吗？你看，是手帕，很漂亮吧？哇，好多好可爱的，选哪一个好呢？花的好不好看呢？是啊，花也很漂亮呢。嗯，怎么办呢？这个好漂亮啊！这个要多少钱，阿姨？啊，那块要280元呢。不过没关系，我给你打折。真的吗？哇哇！你妈妈喜欢的话就好了。嗯，我去包装一下，你稍等一会儿。哦，这像颜料一样的套装是什么东西啊？哎呀呀！这个叫做化妆套装，是能够变漂亮的套装啊。我也有一套呢。哦，小丸子想，这个套装一点效果也没有。给你久等了，包得很漂亮吧？哇，非常感谢。对了，给你钱。啊，对了，过来一下吧。哎，做什么？这个是母亲节的卡片呢，用这个给妈妈写封信怎么样啊？嗯，那画画也可以对吧？当然可以了，坐在那张凳子上写就可以了。嗯，母亲节卡片要写什么好呢？嗯，对了，画上妈妈的画像吧。阿姨，其他颜色也可以用吗？是的，请用吧。画了什么样的画？啊，不可以，不可以让你看。有什么关系嘛？就让我看一下吧。我说不可以，就是不可以。就看一眼，让我看看嘛。好难为情的。就看一眼，不要嘛。阿姨，真的非常感谢你。你妈妈肯定会很开心的。希望明天能快点来呀！买好了礼物，好想看看妈妈高兴的样子。记得一点点哦。加藤茶真的好好笑啊！因为开心的事情渐渐临近，小丸子觉得多利夫的台词也越来越好笑了。第二天。啊。母亲节送礼物是在晚上，今天爷爷奶奶也去参加街道会举办的旅行了，现在要做些什么好呢？小丸子，哎，要不要一起做好吃的呀？
哎，好吃的。嗯，来办一个母亲节晚会吧。好啊，我要做，我要做，妈妈一定会吓一跳的，会大喊哇，一定会的。那我们要做三明治和奶汁烙菜，还有甜点。哎，能做得出来吗？没问题，肯定能做出来的。好厉害呀、啊！那煮蛋啦。啊，快煮吧。抱歉，抱歉，真是的，拿你没办法。终于做好了，真是好辛苦啊。晚了呢，不过能做出来真是太好了。那么叫妈妈来吧。嗯，妈妈，妈妈，快来呀，妈妈，爸爸也快点来。哎呀，当当当当，妈妈，快进来，快进来。真厉害，你们俩光是做这些就很辛苦了吧？真是相当努力呀。一般啦。哦，这个很厉害嘛，是吧？哎，丸子，给我去拿瓶啤酒来。嗯，爸爸，为什么非拿啤酒不可呀？不喝不行啊。有好吃的菜，啤酒当然必不可少了。哎，真是的，今天明明是母亲节，我为什么一定要帮爸爸拿啤酒嘛？妈妈，你快尝尝看吧。快吃快吃，千万不要客气。谢谢。哦，这个奶汁烙菜真的很好吃啊。啊，太好了。真的很好吃，就像店里做的一样。妈妈，也试吃一下三明治吧。好好。嗯嗯嗯，很好吃，非常好吃。夹着蛋的那个可是我做的。嗯嗯，做得非常好啊。啊，把三明治当下酒菜配着啤酒，真是别有风味呀、啊。听爸爸你这么说，那我做的这些就有价值了。妈妈，我有一件礼物要给你。我也有礼物。首先是我的，给你，妈妈。哎呀，谢谢了。会是什么呢？啊，好漂亮的围裙，看起来和妈妈很配呀、啊。给，这是我送妈妈的礼物。哎呀，还有小丸子送的，谢谢。哎呀，啊，我记得妈妈有一块和这块一样的手帕。姐姐，你别说了。什么呀？这种破东西！小丸子，你都已经有了，肯定不会高兴的，肯定不会高兴的。小丸子，这种破东西。啊，是信吗？妈妈，一直以来谢谢你了，小丸子。要给妈妈写什么呢？啊，画的有点奇怪呀。
妈妈会很高兴吗？妈妈。小丸子，这个给你。哦，这是我的手帕，送给你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现在已经有了你送给我的手帕啊。我在，妈妈，妈妈，妈妈给我的手帕上有淡淡的化妆品的味道，是妈妈的味道。哎呀呀，真是个小麻烦呢。他已经睡着了。真是拿他没办法。你小心一点啊，爸爸。哎呀，可恶！哎呀，这个丸子，吃亏的角色总是轮到爸爸。妈妈。可我的心情却是马马虎虎，因为这次的远足是爬山，我能爬得上去吗？不过挑选点心很开心，要买什么好呢？下一集淘小丸子，小丸子向花轮同学学习英语对话，和小丸子喜欢做远足的准备，好好期待吧。巴呀巴巴巴巴呀巴巴巴呀巴呀，哎呀呀，开大不了去林口，这一座黑。Stop.